我去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暴绿、星空、充能、大生命值，这已经是五星中的万幸了。没事的，你给叶兰，你想一下，他拿个词条没用啊！我的个豆，这没事的，任性哥哥，先别上吊了。任性啊！今天答应你的五十分可能做不到，但是这件胜于我单独，他绝对不比五十分差，除非他全歪，但是显然不可能。我的实力你是知道的，包知道的，我们整个包也有实力的。来，极品铜。信我，信我！你们要鼓励你们的主播呀，对不对？好像这四个六十分胜一个出来了，六十分不了一点。地气呀，真的。狗粮充足，先生死敌。来，九点九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一来没用。再来。有机会的，没关系，一来没用。没关系的，他不会有一直给生命值的，放心啊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暴绿暴绿暴击，来。没事的，一蓝可以用。你怎么持有这句台词呀？你全部玩生命，我能说什么呀？来。没事的，一蓝可以用。就像他自己玩，他不可能。不可能全给生命值啊，哪有这种胜利啊，不可能。OK， 没给了星空。没事的，没事。我承认这确实 也就一般啊，差一点就给三十生命值，如果给三十生命值那结束下了。胜利我胜利还可以啊。